这里好不好玩？哦，这里这么好玩呢、啊，你这么喜欢这里呀、啊？现在是早上9点的时间，我们要去吃早餐啊。可是你的脸好暗。深呼吸，让我们跟着露西一起笑嘻嘻。哦，还有糯米糖来陪着你一起去旅行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我们今天入住的这个民宿，它叫做哦，我先介绍一下，就是现在是疫情嘛，现在都没有什么班机可以出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出国去玩，我们带着宠物出国去玩。我们今天去什么国？我们去苗栗国。苗栗国。我们今天就在苗栗国的这个很有特色的民宿，它叫做福村养生农场。它入口进来之后呢，它有一个很大概200公尺的陡坡，就还蛮陡的哦，大家开车要小心这样。上来这个最上面呢，有一个黄色的小屋，带大家去看。然后我们就是在这边办理入住。那它这边有一个户外的餐厅。等一下，我们下午的手工 DIY 的点心，跟晚餐，还有明天的早餐，都是在那个户外的餐厅用餐。哎，看到我们的车，我们都在那边，有一个 Lucy 的头。福村呢，它最大的特色是，它有一种房型叫做玻璃屋、玻璃房。那这一间呢，刚好最旁边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房间。我们房间就是四周都是这个玻璃。哎，在那边，嗨，在里面。好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有特色，那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它算是弄得蛮好的。它这个外门进来，然后它有两边，它两边都是玻璃屋，所以它是这一栋里面它会有两间这个玻璃屋的这个房间。那它的四周一定都会有这个门帘跟窗帘。哎，阿昌你在干嘛？站在门口干嘛？这里好玩吗？这里舒服吗？这里好不好玩？哦，这里这么好玩呢、啊！你这么喜欢这里呀、啊？哎，这么可爱呀、啊！嘿嘿嘿嘿！啊，Lucy耶，Lucy过来，Lucy耶，Lucy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，我们今天入住了这个玻璃屋的房间呐、啊。一进门之后，它就是一个客厅，参观一下它的厕所。好，它在客厅跟那个厕所中间有一个琉璃台，它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呐、啊。它的厕所就不是在那个不是密闭的，它是那个开放式的，所以它浴缸就是直接在中间。所以如果晚上我们想要泡澡的话，可以直接把旁边的这个窗帘全部拉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享受这个泡澡的快感。这边是我们今天要睡的床，超缤纷的，没有超棒，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。然后这个床的旁边呢，就是一个小的阳台，觉得非常棒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摇椅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。等一下，他说那个手工 DIY 是客家马吉跟擂茶。大家知道这个苗栗国有很多客家人嘛？苗栗国的那个国民客家人，说真的，我自己就是客家人。手工 DIY。现在开始做我们下午的手工 DIY 的下午茶啦。那他今天要做我们做的是那个客
客家马吉跟那个擂茶，然后他待会跟我们介绍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，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手动做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自己做。好，谢谢。水马吉，我有听过吗？这个很特别，你没有听过？一口水哦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就为了做皮蛋汤圆。皮蛋汤圆的魔咒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做过皮蛋汤圆，我知道这个要做到怎么样。皮蛋汤圆始祖。你没有做过面团吗？有啊。看起来很专业。你是客家人？我是客家人。是哪里人？我是新竹的。因为他旁边胖胖的会很 Q， 很好吃。我们上次有一个弟弟做了他们家的全家福，可是他没有粘好，他煮起来的时候他爸妈五官都掉了，好惨。我做一个糯米肠造型的，有像吗？哎，糯米肠，哈哈哈。现在做一个露西，你觉得像吗？我是觉得超不像的，超像什么很丑的猴子，超丑的。等一下它熟了就会浮起来，然后浮起来大概5到10秒就可以捞了。可是你煮刚好浮起来一下下就马上捞起来，那时候是最 Q 的时候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吃看看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找这些，好像猴子哦，在找这些原物料的时候，他那个就是在卖观光客的，因为观光客就是选择会比价。你把糯米肠吃掉。对啊，我们要糯米肠。你们是活的。我把这假的露西吃掉。露西吃掉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先慢慢做，帮你们准备一下。对，这汤超好喝，超好吃。它这个桂花酿真的超好喝。可以打包回去放冰箱喝吗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手工 DIY 的这个点心啦，就我们的下午茶，就是这个客家擂茶。压下去，左右转一下，花生就会碎掉了。原则上一个重点啊，把它擂到出油。哦，好香哦。这是我们刚刚磨好的擂茶，欸，很香，真的很香，好好喝哦，天哪，欸，真的很好喝，欸，真的很好喝，大家可以来这边住宿，欸，滴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吃晚餐啦，啊。然后他这边的那个民宿的老板，他以前是在圆山饭店当主厨的工作，所以他的菜听说非常的厉害，香叶煎蛋，这个野生的过猫就是野菜啦，这个我们还蛮推荐的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们就回归自然。香叶煎蛋吃给他们看，可以吃。老板说这个吃的男生会变亮的，是不是很香，哎，欸？它的原料是香的，欸，真的很香。嗯，这个才好吃，你吃给他们看。我刚吃的，这好厉害哦，因为它里面是有加美乃滋，美乃滋，然后它上面肉松跟麦片，嗯，超级搭，哎，欸，天哪，这个。然后现在给你们介绍一道菜非常厉害，而且是老板推荐，它是那个柿饼汤，然后老板说这个喝这个非常好哦。天哪，不是，我刚没跟你讲，露露，阿昌，阿昌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不喝那个好了。哦。越用越大，
你们去哪里？ Lucy 啊。Hello， 我现在在洗澡，当然这个下面是不能看的啦，因为你们会吓到。这个泡澡来结束今天的最后一回合，那我们就准备来睡觉喽。各位晚安。早上9点的时间，我们要去吃早餐啊！